还有在路口转弯也要小心，台中大甲一辆小货车回转跨越两个车道，机车还以为会让他呢就继续直行，没有想到被货车车尾扫到直接摔车。另外在台中神冈也发生转弯的车祸，一辆车还没到路口一半呢就提前先左转，导致机车骑士刹车不及直接撞了上来。十字路口直行机车撞上左转车，猛烈撞击，骑士连人带车重摔落地，冒烟呢，这怎么撞的？驾驶下车查看骑士伤势，一旁的店家热心拿出三角锥挡在前面，避免发生二次追撞。好在过遐看，人敢那较无代志，伊边啊跳起来啊，他弄就大个啊。斑马线白线那时候才切，可是他提前切，骑摩托车的。他骑比较快，造成这样的车祸。事发路口在台中神冈，黑车驾驶疑似要从中山路左转进三民南路口，不过还没开到路口处就着急先左切，害直行机车刹车不及，迎头撞上。骑士多处擦伤送医。警方酒测，双方酒测值为零。无独有偶，转弯车祸也发生在大甲，小货车回转跨越两个车道，机车三贴，可能以为小货车会让他，没放慢车速继续骑，不料被货车尾扫到，重心不稳摔车落地。初步噪音，一车未依规定让车，二车未注意车前状况及超载。猛烈撞击，机车一家三口的安全帽喷飞出去，地上血迹斑斑。骑士跟女儿轻微脑震荡，坐在后座的太太骨折，颅内出血，双方肇事责任有待警方进一步厘清。记者潘信、陈世杰台中报道。